第三高中延续几十年的传统，只要三年学生要毕业进前，学校拢会安排一系列关卡，考验同学勇敢团结，完成以后嘛代表正式新年，调向人生新的阶段嘛，让学生留下难忘回忆。来上，来上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路灯二搭档手啊，顶头爱结合惊吓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边爱东二嘛伫下边照顾伊的安全，每个人都当大家互相帮忙下完成关卡。来蹲蹲，大家一起。有的关卡爱靠家己完成，有的关就是要考验大家的心是毋是有念甲麻麻麻。这是德山高中的传统成人礼，伫满十八岁之年就要通过所有的考验。今年总共有23关，等咧同学一一去完成。对自己负责，未来加油。也想要对18岁的自己说，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啊，然后不要去怕。然后这一次是我们3年级最后一次大家一起玩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，然后不要受伤。所有关卡的设计，也是要考验学生唔惊困难的精神，大家互相团结合作。都亲像日后的人生，嘛同款会面对各种挑战同款。透过这个成年礼的活动，让他们回味一下高中3年的生活跟回忆。那在迈入这个成年之后，自己对自己内心有更多的期许，未来将承担更多的责任，跟在社会上做更多的贡献。未来的人生道路上，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。也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，不管前方有多大的困难跟挑战，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不懈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每一班的导师将安彩带披上学生的肩胛头，恭喜因正式成年，已经是一个爱对家己行为负责的大人，勇敢面对家己的人生。这场成人礼，也让所有学生留下高中生活难忘的回忆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